格岛行道树全被撞断，接连倒下。18号中午发生的这起车祸，造成一名女乘客受伤。警方到场后进行调查，发现肇事司机酒后上路。不过诡异的是，司机自称是前一天喝的酒，且出车前在公司酒测没有异状。新北市交通局在18号隔天派人到三重客运进行稽查，结果就发现，虽然肇事司机在出勤前酒测值确实是零，但他在车内等待发车的时候却曾经喝过药酒。 根据了解，当天早上11:03，张姓驾驶进行出车前酒测，但测完后3分钟马上就在车内喝了威士忌药酒，接着12:30发车走出包。原本他不打算承认，更辩称是车祸撞击导致反胃，才让酒测值从0变成0.14。不过客运公司主动全面彻查，翻遍战场所有垃圾桶，花了半天时间才终于发现这罐凶手。 玻璃药酒空瓶就这样躺在纸类回收里。回到监视器也拍下肇事驾驶确实在车内喝酒，这下才让他百口莫辩。警方查出来有另一件事，我们真的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们就请他到公司来了解。那我们也跟他讲说，他后来就 直接说，那他就离职，他不做了。肇事张姓司机任职6年，平时表现中等，没有出过大问题，没想到这次却专制度漏洞。后续新北交通局依公路法重罚新台币90,000元，并扣牌肇事车辆。对此，三重客运也强调将会进行修正，从原本的出勤前酒测一次，改为每趟出车前10到20分钟都要通过才能出发，避免再有离谱司机害人害己。今天我们由李宗翰采访报道。